麻烦导演把我升回去。为什么我走了又回来呢？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天这场演唱会其实没有设置 encore 环节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很舍不得你们，然后想要再加一首歌，但是因为没有排练过，所以我现在得去后面一分钟，我跟乐队谈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希望今天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时刻。导演组，麻烦帮我快点找一下歌词。导演组，麻烦帮我找一下歌词。哎，来了。希望今天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怀念的时刻。